我是夜猫子，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。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。我是夜猫子，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。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。我是夜猫子，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周五晚上好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您在周五的晚间收听我们的音乐节目《西雅图不眠夜》，我是主播孟石。又到了周五晚上，孟石带大家一起听华语音乐的这半个小时了。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音乐我也已经做了两期了，我们听到了叮当和张含韵这两位宝藏姐姐的歌曲。这个节目的魅力啊，就在于同样是女团选秀节目，它聚焦到了更成熟的年龄层。所以说，女团选秀对于年轻的姑娘们可能是一种梦想，那么对于很多姐姐们来说，它更多的是一份兴趣。比如说啊，宁静姐姐啊，张雨绮姐姐啊，当然啊，这些说的都是演员姐姐们。但也有很多本来就是歌手的姐姐们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节目就是展现他们的另一种可能，比如说叮当啊，张含韵啊。节目播出了这么多期，有一位歌手姐姐让我觉得，咦，她好像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她在舞台上帅气逼人，舞台下则是各位姐姐的开心果。她直爽搞怪，大大咧咧，让我来用他的方式念出他的名字，他就是李斯丹妮。李斯丹妮啊，最早也是在快乐女生的舞台上被大家所认识的。虽然他出道的时候也算是快歌快舞了，但是没想到过了十年再来看，发现他说唱玩的贼溜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在乘风破浪的初舞台上带来的歌曲《李扯火》，来自他去年的同名专辑。李斯丹妮，你好久来哦，电话也不接。喂，丹妮，你赶紧接电话，那个他们都已经到了。喂，丹妮，你到底点了？你怎么不点？这里有好可爱啊！李斯丹妮，你好久来哦，来吃不错不错啊，那我们走哈，拜拜。想起昨晚的饭局，看手机未接来电，剩人间残局。哎，你在我，你在什么？ Oh no no， 头脑风暴快开启，想看注意他们谁？所有朋友里面就我，你在我，我的表现快让他们吓。谁哦？巴拉斯图干了，我才没车房，至少加保证。一不小心被听见闹铃，吵得闹心，不如待在家里，不可以着急，做我也没有用，人生那么漫长，何必在意这分钟？画面真重。
接电话的，太扯了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酷女孩李斯特兰尼的李扯火，方言说唱加上电子音乐，这首歌也是被他写的又洗脑又有态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首他不同风格的说唱。这首说唱呢则是非常轻柔慵懒的感觉，他把李斯丹妮的嗓音衬托得非常有魅力，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和另一半开着车在海边的公路上一往直前，夏风吹来，这感觉既愉悦又甜蜜。来听这一首 Love and Kiss。写的怎么样，和你做什么都无所谓，随便聊聊与你喝几杯，眼神越干你就越美，黑色的卷发尾这一股香味， My destiny so fantasy， 味道清新的就像是 orange， 你对我态度保持神秘，我为你雪藏度假回忆，哦哦，为何你还不出现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，为什么，求你快付出睡眠，不要再对我折磨，配上单着 like hola hola， 事情一色美的金色一起变得 hands up， 就是缺少一个你这样的 man， I wanna I say I'm lonely， 我想你天天的叫 my dog voice， I'm lonely， 终于打开了心扉， so matter what you say， 为何你还不出现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，为什么，求你快付出睡眠，不要再对我折磨， yeah， I want your love and care。听到的是来自李斯丹妮的 Love and Kiss。 其实李斯丹妮出道了这么多年，虽然出了很多的专辑，但却没有办过正经的个人演唱会。她倒是参加了很多综艺，在各大综艺上留下了非常多经典的舞台，其中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的一档电子音乐综艺《盖世英雄》，她和歌手艾菲组成了组合王炸组合，留下了很多
王炸的歌曲，比如说这一首《十面埋伏》，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和电子音乐，是一首非常有张力的歌曲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
们听到的是李斯丹妮和艾菲在盖世英雄舞台上合作的《十面埋伏》这首歌曲。还有一首他们俩改编的也非常经典，使歌曲变得很有味道、很多元化的这一首歌是《兰花草》。这首歌也获得了那一期节目的金曲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很有味道的《兰花草》。FlyChina.com 购买回国机票 ，FlyChina.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，诚信服务，方便可靠。我爱数字的影响力，我不是会计师，不过我喜欢数字，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。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，每10年一次的普查，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。数据越精确，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。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，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，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、公园、图书馆、诊所、
或拨款修路、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，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。当我们一起参与，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。充满影响力的数字，谁能不爱呢？你我未来由此展开，请上2020census.gov 完成普查。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。我爱引人瞩目，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，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，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。你知道吗？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，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。这样一来，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。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，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。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，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。你能想象吗？这当然不是好事儿。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就能受到关注，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。同心协力，就此改变未来。你我未来由此展开，请上2020census.gov 完成普查。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周五晚上好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继续收听的是我们的音乐节目《西雅图不眠夜》，我是主播孟石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主题的第三期是可美可帅的李斯丹妮的歌曲。从快乐女生的舞台上走红，到现在转型成为唱跳 rapper， 李斯丹妮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单说节目的话，李斯是最后成团的最佳人选。你看啊，舞蹈担当、 rapper 担当，还有姐姐们的开心果担当。我们一起来听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次公演舞台的这一首歌《大碗宽面》，由李斯在内的7位姐姐组合在一起，给我们带来了酷炫炸场的舞台。
刚刚听到的是来自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一次公演舞台的歌曲《大碗宽面》。李斯丹妮啊，真的是非常适合这种歌曲。其实她在《乘风破浪的舞台》上，很多曲子都是这种风格的。李斯丹妮呢，把她演绎的既帅又美。她这种成熟艺人的魅力和舞台上唯我独尊的气质，全都展现了出来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斯丹妮参加的第三次公演舞台《Gentle Woman》，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舞台，感受一下姐姐们《Gentle Woman》的帅气魅力。最后说一句，李斯丹妮啊，快火吧！我是梦石，感谢今晚各位在西雅图不眠夜的陪伴，愿大家好梦。眼神难忍，燃烧女神，实在没有需要分。